钓鱼，我然后他聘请我当这个形象代言人。好好说啊。就是呀，我就是形象代言人啊，你等于什么？快点呢，客人等着下鱼呢。啊、哦，其实我就一大杂的。忙了一早上，这会儿抽空赶紧吃一点，饿死了。这会儿才中午，已经坐满了，还走了好几桌。吃完了还要去忙。不是，没得，不是，赶紧没事。